大家好，我是本次课程的老师阿成，我是一名职业画师，平时的工作就是接一些公司的外包，然后我的主要的绘画的风格方向是日系的美宣插画以及一些日系的游戏角色的概念设计，然后这些就是我的一些作品，可以看一下。像这些啊，我的作品都是以日系风格为主的。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课程也是一个日系美宣插画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创作流程，从最开始的草稿阶段啊，当然我们的草稿也会去运用到，我们的草图阶段也会去运用到一些 3D 的软件来去进行一些辅助绘画。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去讲解 Blender 啊，以及Design Studio 啊，主要是这两款 3D 的软件，来去跟大家去讲解如何去运用这两款 3D 软件去辅助自己去创作一些美宣插画。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去穿插的去，包括说我们的绘画软件。赛亚主要是两款绘画软件，赛亚以及 Photoshop， 然后用这两款软件去演示整个的绘画流程啊，在这个流程啊，我们也会去一步一步的去进行讲解啊，去讲解如何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如何去进行思考，如何去进行画面的调整啊，然后也欢迎大家购买本次课程。希望大家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呢，能够去学会去如何运用 3D 软件去辅助自己去更好的更快的去做出一些非常效果非常不错的一些美宣的创作，日系美宣风格的一个创作如果对这一个流程以及这类风格的日系美宣插画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